我觉得只看到很多很幸福笑得很灿烂的笑脸，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非常开心。然后那边有很棒的一些布置啊，对，而且那些是一些游乐的设施，很多的小朋友都可以来玩哦。那我现在就要跟 Peter 一块来介绍今天参与点灯的一些贵宾，好不好？ Okay, 好，那 Peter 待会儿也是我们的点灯大使哦。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由新北市政府高宗镇副市长所带领的新北市府团队，掌声鼓励，欢迎，谢谢，谢谢。继续，我们要欢迎的是有好多位新北市的议员来到现场哦。我们要欢迎的是黄玲玲玲议员、蔡淑君议员、刘美芳议员。继续，还要欢迎中嘉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张汉伟营运长，欢迎。所有的大朋友，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市长好，看到大家非常的开心，这是我们新北市连续四年要来办我们的欢乐耶诞城，从今天开始点灯，连续51天，大家可以看到全国最高的圣诞树，今年的圣诞树还长高了一点，所以我们是继续全国最高的圣诞树，而且我们的市民广场化身为欢乐的我们的游乐园，今年的主题充满了剧场的情节，火车还会冒烟，还有很多好玩的，我相信一定可以让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感到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乐。